しい。想喂鱼吗？然后转下面那个黑色的，用力往右，加油！哎呦！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看一下，喂鱼。我们过去在那个，一起。哦，你不要太近，妈妈怕你掉下去。掉下去很好啊。喂鱼。过来一点，这边。来，弟弟过去那边，去爸爸那边，去爸爸那边。有啊，在爸爸那里。爸爸那里，你要去哪里？有，在爸比那边。弟弟会掉下去。啊，喂鱼，好玩吗？他们在吃的耶。白色还有黄色，吃的吧？哦，他应该吃的吧？他们吃，他应该吃大的，应该吃的，那个是小的嘛？嗯，小的要吃，对不对？录影，对，我在录影啊，嗨。是不是这边都比较？没有人喂，所以都比较小只。这边，小心啊，晨晨。是的。弟弟换你，弟弟。这是超大只。这样哪会掉？他吃到。哇！弟弟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来再。晨晨小心哦。好。丢。等一下就会，大的等一下就会来。好，丢。丢。比中指，小的过来吃的。哇塞！你只要小心哦。我也没有怕它变得太。那我怕掉下去啊。那我怕把你扑到。给我！等一下，我看现在还在录吗？来，手了。给我！手。好，弟弟换你。弟弟换你。手要这样合起来。好 ，OK。好。你要全部一起吗？还是要？好的，没关系，你说。两个手，不行，这样你会打翻。直接看要喂哪一只。小心风来了，你会被吹到那个水下面哦。小猪，弟弟你不丢了。你的声音都这样，因为他们全喜欢。现在可以丢高了。他们会受伤哎。他们是凶。掉下去，赶快站起来！依然，他的嘴巴快掉！
到迪迪的脸。迪迪，你的脸还好吗？我还有。快跑快跑，没有，换丢这里，换丢这里。他要跑来了。这边。没了。